结果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这是一场最后的谢幕战，更是对那些曾经为球场增添光彩的球员们的庆祝纪念。他们可以自豪地说，我们曾为比赛全力以赴，但现在职业生涯的中场哨该吹响了。哨声已经响起，佩德罗，漂亮的脚下功夫，一记低传，好机会，冲进了！在压力下表现得异常冷静，本来以为后卫的站位已经很理想了，不可能有打门的空间，居然还能起脚，真是给力。时间和空间不进啊，就必须得回去写检讨了。我觉得这不但是个好进球，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，不是狂奔半场或者连过五人进球才算精彩啊，这一传一射也毫不逊色。
杰林斯基、梅尔滕斯，这很难判断落点啊。中场哨声响起，非常精彩的比赛，双方都有获胜的可能，最后一球分出胜负。苗坤，苗坤啊，别再为我擦鞋了啊，起来啊！你觉得比赛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嗯，确实没有想到最终的比分相当的接近啊。赛前的舆论普遍会认为比赛会一边倒，而事实呢也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啊，双方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嗯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还是要感谢苗坤的精彩点评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